我靠，这套绿充脸带了一个爱的小拳拳啊！哎呀，帅呀！阿邦用了一套非常具有观赏性的连招，终结了小孩这一分。来看一下阿邦对战小孩啊，又是一个斗气迸发，打雀反抗，压起身了，开始了。绿充脸角落里继续浮空，阿邦起身凹了一个气功掌，超比扎技啊！这招可以空中放的啊，还可以空中放的这招。小圈圈吹你胸口，三汽车他打了这么多伤害还可以吧，这是车里杀伤力 最大的招式了。小孩这边没有斗气，没斗气被投，斗气不发打晕了。我靠，阿邦把小孩打了个 perfect。 这两个妹子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，朋友们？韩朱莉这个角色也是比较有门槛的一个角色了。哎，这个色龙踢的任性了。阿邦现在用春丽对战他的韩朱莉，小孩韩朱莉跆拳道啊，哇，升龙这判定真的好强大呀。这里说我也有波啊，你有波我也有波，看谁的波更强。哇，这个是一个刺客韩朱莉啊，他们两个剧情上设定是一个宿敌啊，剧情设定上是宿敌。春丽是国际刑警啊，他来抓那个韩朱莉的，剧情设定啊，都是以腿法见长的宿敌。阿邦说：“来，叫你不用老头，看来小孩是够呛能赢阿邦的。他现在老头是最厉害的。雷煞的韩朱莉玩的是挺棒的。来了，小儿终于这里支撑起来了，对方，哇靠，这个重腿打康，百裂慢了一点，现在小儿又虚弱了，但是他体力占优势啊。阿邦这边斗气下招，哎呦，下中脚绿冲确认，小孩也算是吓了一跳，有惊无险。又 C 康了，绿充连确认，角落里再给他打头，好了，这里打你乱动，好的，绿充完了之后可以复合升龙，哦，这次阿邦头被小孩抬头，小孩这里又这个雀反，打打打打打，阿邦现在很难，角落斗气迸发，我靠，这套绿充脸带了一个爱的小拳拳啊，哎呀，帅呀！阿邦用了一套非常具有观赏性的连招，终结了小孩这一分啊，太帅了。
觉得帅的朋友咱们点个赞好吧，点个赞。这波声战术，跳就对空啊，跳就对空脚啊，远身战中脚，好，再确认，这也可以啊。想抓人，阿邦是得擦合了个下重去，给阿邦点个赞，确实牛逼啊。